我见到了，他叫什么？池子。我见到了池子。哎，走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学长。那先回应一下上一期节目最后说的这个巨大的快乐是什么？其实成年人快乐很好猜啊，就是在一个月前呢，我买了这一台莱卡的 M10。那趁着这个新鲜劲，趁着新器材到手的这种不真切的兴奋感，我们拍了非常多的照片。那回看一下这个月，我已经拍了4000+的照片，有机会下回跟大家分享。因为这期的主题呢，实际上是我手上这个凤科 G2 的麦克风，我拿到的是1:2的版本，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这个凤科的 G2 麦克风录制的。我会以自己的体验为主，在和大家聊徕卡相机的使用体验的同时呢，把这个麦克风的介绍给做了。首先提到这一类的麦克风啊，稍有关注这个领域的肯定绕不开罗德 Wireless Go， 那它的价格非常的坚固。那如果去买国内一圈左右的一些平替方案呢，会有一种我自己啊会有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。那之前我也走过非常多弯路啊，花过好像是600块钱买过一个就是仿罗德的一个山寨的一个国产版本，但是有很多缺点我不能忍受。最后呢，我还是入了罗德的这个 Wireless Go 1:1的版本。那我现在很好奇啊，如果当时我知道凤科的这个产品的话，我还会不会去选择罗德？那我会根据自己使用无线小蜜蜂的一些使用场景的一些需求啊，自己会在乎的一些点，来跟大家讨论一下，分享一下这个麦克风到底符不符合我的需求。那大家判断一下符不符合你的需求。那接下来的这一段呢，我会拿我这边是凤科的麦克风，这边是罗德麦克风。凤科连接的是现在正在拍摄我的 A7 III， 那这个罗德连接的是索尼 ZV-1。 那大家可以在这个画面的切换中知道到底是哪个麦克风在收音。那接下来的这一段收音的一个 PK 呢，我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徕卡吧。在这个拨开了新鲜器材的新鲜感之后呢，我还是觉得徕卡是一台非常适合我街头摄影的相机。那首先呢，就是它有少就是多的一个底气，它真的非常的简洁啊，从机身的外形再到内部的菜单到这些按键啊，以至于最后它影响它的一整套的这个拍摄方式都非常简洁非常简单。那对于其他的一些相机厂商来说呢，按键少菜单少意味着很难用，因为他们的功能啊，现在相机功能太多了，调节曝光方式、对焦方式、拍摄模式、放大对焦、视频拍摄的一些按键触摸操作等等等等，各种这些常用功能，比如说在我这个索尼 A7 III上都需要占其中一个快捷键。那一旦需要去调节它，如果没有设置快捷键的话，我就会像新手一样，第一次用这台相机一样，一头钻进索尼菜单的海洋，就太难了。那徕卡 M10 的话呢，就只能够拍照，只能够手动对焦，屏幕默认就是关闭的。那如果你用取景器来对焦，只能够选择点测框的方式。如果你开这个屏幕来取景的话，它会发烫，并且耗电量也非常的快。那徕卡的电池又非常贵啊，买不起备用电池，因此大部分的情况下你还是只能选择用它这个取景器来进行取景。那听起来这台相机充满了限制啊，非常不好用，但是在实际上用这台相机去拍照之后呢，你会发现拍照好像变得更加简单了。那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早期的 iOS 系统和安卓系统。那 iOS 系统不能够换字体，不能够换第三方的输入法，甚至啊在开始的时候不能去换背景。那安卓呢就无所不能，什么都可以做。那结果呢 iOS 却意外的好用，苹果甚至在某一种程度上成为了这个行业的标杆。那当然这里面不排除有信仰的加持，但确实呢，我觉得或多或少有刚才我说的这些因素在里面。徕卡甚至还有一个更加神奇的产品线，就是它没有屏幕，它设置相机还得靠连接手机的 APP 去进行设置，在拍摄的过程中呢，也没有办法去回看照片，因为没有屏幕啊。你说它奇葩吗？奇葩呀，但是我觉得仔细想想还真有吸引人的地方。那胶片相机不都不能够回看照片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回到凤科的这个麦克风，就是大家可以从刚才这个东西里面去判断。那我也说一说我的看法。首先我觉得它这个底噪也好，之前所说的这个嗡嗡的电流声也好，首先电流声我觉得是不能忍受的一个东西，它没有。那底噪的话呢，它跟罗德应该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可以接受。那如果接上这个咪头麦克风的话，我相信底噪会更少啊。那声音的音质方面呢，罗德的这个人声部分会比较的清晰啊，那这个凤科的话，在我这个感受里面它会
更加的厚重一点，就声音有点叠在一起，那这个是他们收音的一个特点啊，那这些都是我可以接受的点，那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。那我们再回来看一看这个凤科麦克风的这个外观啊，以及它的一些配件。那个人感受，这支麦克风的外观质感做工还是很不错的，并不显廉价，它外面这些设计啊什么的都还不错，按键回馈啊都还可以。重量的话35克左右，比罗德要稍微重一点点。那防风毛衣的设置呢，跟罗德实际上是一样的，它单独配备了一块小屏幕啊，可以看到电量和连接状态，包括功能上它会具备一键静音和低切的一些额外的功能。那续航的话呢，它官方宣称是内置增强版的充电电池，可以8小时持续续航。另外的话呢，40分钟可以充电50%，1小时可以充电80%。那我实际体验下来啊，这个续航确实不错啊。像我下午出去的话，麦克风不需要关闭啊，实际上它可以完成我的这样一个录制。那在室内的话，像这样现在这种情况下的话，就完全不用担心录一半它这个电量会没有。我自己觉得还就挺好的一些细节就是，它这个数据线，比如说我这个一拖二版本，它送的是一根一拖三口的 Type C 的数据线，那这个就非常有用啊，在平时充电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用。那包括一拖二的版本会送两个这个咪头麦，那我现在一个用在罗德上，一个用在凤科上。其他的送一个麦克风的包，就可以把这些配件啊、麦克风啊全都一起装进去。最后呢，我还是给大家试了一下远距离的一个无线麦克风的一个录制啊。我自己其实很少太远距离去录制一个场景啊，我就找了一些环境大概试了一下。我发现在车辆、电瓶车比较嘈杂的一个环境里面呢，背对着20-30米就会受到一些断断续续的干扰，再走远一点可能就听不见了。那现在我在室外啊，室外测试一下这个麦克风的最远的距离。我直接过去吧。那个，这个麦克风上回我在人非常嘈杂的环境下，我发现背对它大概10几米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声音了。我戴起耳机来，不戴耳机自顾自说话会让人觉得有点奇怪，戴起耳机就好像我在打电话。那我大概会走到差不多的位置，我现在是背对它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声音一直能收多远。差不多到一个点的时候，我再往回走，往回走正对它，再看一下这个收音。它在非常嘈杂的情况下，其实背对它10几20米就已经会失去声音。这个位置我觉得应该目测有100米了。我觉得最远的距离，至少对我来讲，对大部分人来讲，应该没有那么必要，因为就基本上摄像机都拍不到你的情况下，这样的录制场景已经就比较少了。那我现在正对着走回去，正对着走回去。如果这个位置能够收到的话，我觉得，这个麦克风在距离的使用上应该也是达标的吧，大概100米的距离。但是它确实啊，因为这个是，它不是靠天线频段的一个麦克风，它是。那个叫什么啊，回头我打在屏幕上吧。就这种类型麦克风在人非常多的时候就会有信号干扰，一般就收音会比较差。那但这个麦克风啊，确实最近这两年已经做得非常便宜了。像这个一拖二麦克风，我发现在京东上竟然只要750左右的一个价格，那一拖一就更便宜了。就这样吧。反正按照我自己的这么一个测试啊，我觉得整体还是 OK 的，符合我的一个预期。换作我来选择啊，换作我现在这样试下来、测试下来这样整体的一个情况的话，我觉得是值得的。那 OK， 今天就到此为止，谢谢你们观看，我是学长，拜拜。